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净土呢，这个法门呐、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是相当殊胜啊。我这人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呢，这个真人真事呢，种种的事上呢，记未完，说未尽呐。所以个记录落来呢，叫做圣贤念佛往生录啦。那么下面要来介绍这尊，就是东晋的这个湛行法师。湛行法师伊本身自己啊，伊少年的时就亲近的这个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啦。当时跟随伊出家修行啊，哦，修得相当有成就啊，在临命终刹那之间呢。伊端坐合掌，清念佛号呢，安尼往生西方净土。来，来看伊生平哈，看好无？湛行法师，山西河东人，当年就皈依慧远大师，并剃度出家，内外典籍无不通达贯彻。德行清高，常有乐群围绕伊个慈祥个旁边。自从入即个庐山个莲社，专职念佛。东晋安帝二禧十四年，端坐合掌，大声念佛而往生。就看咧吼，所以湛行法师啊。无简单咯、哦，伊是山西省的河东的人啊。伊当年吼、哦、少年的时呢，就跟随这个慧远大师呢来皈依三宝，皈依伫座下啦。不但皈依座下，搁也伫座下呢来剃度出家修行啊。不论是世间学也好，这个佛学也好。也就是内外的这经典呢，往个非常的贯通，有深入这个三宗教典就对了。当时伊世界精神呢，哦，非常严密，所以呢，伊德行就非常清高啊。那么在山顶修行时，有迄一挂乐群吼，会围绕伫伊个禅坐伊个四周围哦。我定讲过。讲德高吼，德正来管的人，德高龙虎符啊，哦，德重鬼神亲呢、啊。你要有道德的人，感觉畜生道众生都感受会到你一发的慈悲心，会散发的慈悲心出来。所以呢，山顶的路啊呢，哦，拢会围绕在伊旁边呢、啊，看伊伊未惊吓，围绕在伊边啊。那么自从伊入这庐山呐、啊，练下了后呢，伊就呢专注念阿弥陀佛的圣号。那么在这个晚年的时阵呐、啊，东晋呢安帝二禧十四年时啊，伊就专注念佛啦，不虔诚念阿弥陀佛呢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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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，一句一句，哦，
心安住伫这佛号内底，啊，佛号呢安住伫这个信愿心的内底。所以讲，声跟心呢，哦，合一，不离不离啊，拍成一片的呢，端坐念阿弥陀的圣号。然后，伊突然间从大声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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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无几句呢，就在自己念大声佛的当中呢，你来自化去咯，往生去咯。所以啊，咱看人一尊一尊一直往生去，哦，一位一位一直往生去呢，咱不但啊真欣欣啊。哦，嘛是讲即卖呢，哦，若有机会就即时就往生去啊。哦，所以恭敬这是一个四大圣利益啦。哦，甲无咪一个坎站呢，咱嘛要修大修修呀，准备念佛的往生西方净土，较快活啦咧。人生啊，太苦了。哦，往生净土，这是上理想的一个归宿啦。好。那么在这个所在，咱讲这里、个，哦，淡行法师呢，又讲大声念佛，最后往生西方净土啦。大声念佛的功德非常大呢。在这个《业报差别经》呢，伊就讲了念佛大声哦，能得到十种功德。来看好哦，伊安尼讲。业报差别经营，高声念佛，得到十种的功德。第一，能拜岁敏；第二，天魔惊怖；第三，声遍十方；第四，三毒食苦；第五，外声不入；第六，勇猛精进；第七，诸佛欢喜；第八，念心不散；第九，三昧现前；第十，往生净土。这就是所谓呢，咱若是大声念佛呢，自然能得到这款十种的功德好处了。第一，跟你讲啊，明白岁命有影呢。所以啊，做个独孤人，做个混沌人。动不动你困魔就要醒起来的当中呢，做你个大声念阿弥陀就不对了。因为呢，你大声念佛，用心个念佛呢，你的睡眠这款困魔自然的幸福，会甲抽下去啊，会顿顿去，这困魔要醒也无遐尼容易啦。所以大声念佛头一个好处呢，会吓死了你。道生累劫以来，你的爱困这习气就了了，会排毒睡眠咯。哦，个第二叫做天魔惊怖啦。你佛歌佛陀个念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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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念阿弥陀的当中呢，天魔紧张咯。天魔会先畏惧咯，会惊吓咯，有安怎畏惧惊吓？伊念佛当中呢，你出离三界啊，免不了天魔伊烦恼啊，烦恼啥？你啊出离三界了后，就脱离了伊魔种的掌握啊，伊管不了你啊，哦，脱离伊呢，唔免做伊魔镜魔孙啊，因此伊紧张啊。伊无惊无损，欠少当然烦恼啊。所以讲天魔会惊怖，咱三界内拢互魔控制掉个啊。哦，啊未开悟见过呢，大家啊拢爽不离我。啥个魔？就是呢贪占五欲六尘之境啊。啊，你出离三界呢，五欲六尘之境，即个魔物占呢，就染不了你，控制不了你啊。哦，夹二来讲是天魔啊，讲二来讲就是呢，六尘所出的六尘五欲世界啦，拢总是呢染污的自性的，咱称个魔意思。那夹二来讲的，就讲真正有只天魔啊，哦，伊呢
只要你还没脱离三界以前，伊拢有迄个能力甲本事啦，控制着你。难怪天魔会紧张会惊吓。搁第三叫做是声骗十方，大声念佛时，那声音就骗满空气啊。哦，当你念四声呢，念伫嘴唇啊内底呢，这个、金刚念当然就无做声骗十方啊。上济呢两公尺以内听会到呢，那么超过两公尺以外，如何声频是通呢？所以就讲人唱念哪好吼，阿弥陀念咧干咧呢，声喉好的人，运调好的人，你听咧干咧法喜充满呐，利益真济人啊。所以我在家时，行去佛寺内底听出家师去上济的经吼。哦，迄念的音调真好听，哦，迄讲袂出来欢喜心，会洗掉咱规身躯尘埃，洗掉咱内心的这个忧愁烦恼之心啊，会净化作用。所以这翻倍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念佛的当中呢，声遍十方，那有缘的人听了呢，有善根的人，伊善根的带电流咯。搁第四呢，三道十苦啊，在念佛的时啊，地界畜生五鬼呢，三恶毒恶众生呢，一时之间会顿消伊烦恼之心。哦，所以大声念佛啦，幽冥界众生啊，远亲借主啊，拢能得到大利益。来，我讲你啊，上定法师啦。初出家时，伫个寺院，暗时啊有所谓呢，爱即个唱即个呢扩中句啊，然后唱即个扩中句呢，哦，安尼唱啊，那么普陀山，哟哩。锵！哦，真正咱动位啦！哦，咱在四周人听你个地吼，迄心情是何等的清凉啊，何等的快乐啊！烦恼啊，真爱一路一路，真爱如地呢，听得非常的困惑。哦，当你困惑都还未消散的哦，伊第二声，伊个号啊，伊个弹啊。那么琉璃世界，哦，那个唱哩，个唱哩，个唱哩，我听你家己啊，哦，人生那亲像要追求的这个真理，咱的归宿拢伫佛寺内底，连这个答案都丢了。哦，这扩中句真好听呢。搁念一遍听下，太庄严了，我嘛足爱唱呢。迄调足特殊诶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有修行人，伊去念出来迄韵调，好听你家己吼，酸歌念啊，酸歌念。这酸歌念毋是互你讲会对路呢，好听你家己，浑身讲袂出来欢喜、甲快乐、甲安心就对。好、哦，你安住伫迄所在。你讲啊，那么九法三有明界大愿地藏。
响，呼，听得较济啊！迄个欢喜，迄个清凉，迄个舒服，迄个安顿呢？你用语言无多形容诶，非常诶困哇，神经大电流路啊！讲伫遐唱这扩张之时哦，咦，讲一个钟拜一拜，念一个拜一拜啊，啊，爬起来时吼、哦。有那家世，有那会较乱去啊！一整顿个家世，伊就穿只男团个家世，像我只共款个呐。哦，啊三流啊，怎么流行家世呢？哎，个整顿好，啊出去后壁去呢，我头壳寒者呢。呜、哦，个后壁一大堆啊！有无头个，有无脚，有无手个，吼、哦，有残废个，摆伫大殿个后壁呢。呜、哦，规片个就丢啦。啊，佫一堆人佫下过啦，做伙含上殿发出一个拜佛、一个礼佛，哦，烧业障啊！伊这声太庄严、太好听咧，感动甲真侪幽冥界众生咧，做伙含上殿发出一个拜佛、礼佛，伊想要正福殿啊，伊想要烧业障啊，增加智慧啊，嘛要往生西方净土啊。所以啊，暗时啊，佛门中有咧弄这个呐扩张子。哦，爱安办呐、啊！哦，雷震广告，就是有三道苦、三道的众生呢，会当一时之间呢，停止的苦楚。道理在这所在，也是一款慈悲心的表现甲流露啦。来，就是讲大声念佛呢，三道是苦。过来第五叫做外声不入啦，外声不入就是讲外面的声音未入来。当然，你大声念佛，你所谓业障起心动念，会让你这句阿弥陀佛吸掉的、佮盖住掉的、得掉的啊，外声袂入。外口喇叭声、银鼓是非声、车声、杂音的声，拢袂为你耳仔边用。听了也如同无听了，因为你一心安住伫个念佛的当中，叫做外声不入了。佮第六叫做永念精进。当然啦、啊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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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精进念佛用命呢？当然，你所谓梦想顿顿啊，哦，一心三昧现前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搁第七呢，诸佛欢喜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当然阿弥陀佛。哦，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十方三世尊为你欢喜啊，为你随喜啊，给你赞叹啊，因为你要跳出三界啊，顿证六道啊。哦，最起码只会看伊了生出世，伊嘛讲，哦，我怎么度众生呢？哦，加把劲啊！愈讲了生出世，只会菩萨呢，就生愈一快乐愈欢喜啊。过来第八叫做念心不散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当然你心就会散乱啊，有禅定啊。第九叫三昧现前，三昧印度话叫三昧耶，哦，三摩地，哦，表示讲念到呢，念佛三昧现前就对啦，一心不乱就对。过来念佛不是念诵的，哦，不是干念结缘的呢啊。不是念起摩字而已，念佛最后就是往生西方净土。这点是所有念佛内底的重心点。念佛最后，咱嘛希望讲西方三乘接引，往生西方莲池啊。所以第十叫做往生净土。好，所以假设业报差别经呢，伊念佛有十种的功德呢，搁念一遍哈，来看好。业报差别经营，高声念佛得十种功德：第一，明白睡眠；第二，天魔惊怖；第三，声遍十方；第四，三道十苦；第五，外声不入；第六，永命精进；七，诸佛欢喜；第八，念心不散。第九，三昧现前，
直接往生净土。诸位，安尼看有清楚吼？家注意恭喜哈！大声念佛为有好处啊，无歹处。但是无适当的场所，无适当的空间呢，咱就唔好念心大声，咁吵了，歹势呢。灵动千江水啊，莫扰道人心。哦，只要那是许可的环境呢，咱大声念佛，未吵到人呢，做你个大声，为有好处，无歹处。过来注意。下面要介绍这尊呢，就是老宋啦，道敬法师哈、啊。来看伊安怎念佛呢？好、哦，念到往生净土呢。伊一生当中拢坚持戒律持好，为三业清净，身心安宁啊。然后专心念阿弥陀佛。哦，伊的师父就是慧远大师啦。哦，伊要往生净土。这个慧远大师呢，亲人给告知师尊呢，然后伊专正念阿弥陀的圣号呢，自在而化咯。往生时讲光明满色的，哦，永久才消散去呢，真正无简单。来，来看伊声明哈，伊的功劳，道敬法师。对随弯弓剃刀出击，十七回时就扑通种种的经论，每日可以记上一万字啊！为了清净六根，专门修持戒律而不杂学，作为度脱生死之根本法门，弯弓称赞于修行坚定正直。道敬平日专心念佛，日夜不断。完工完结往生了后，道敬法师便进入了玉叶山倍加精进念佛。老宋武帝永初元年，突然向大众说：完工善师已经来告知我往生之时。我走路，然后正心端坐，念佛往生，大众都见到光明满色，过了良久呢，才消散。时年五十二岁。你看卖，看人一尊一尊的往生去呢，遐尼啊自在，但是往生有条件哦。要果是五万个大家信心爱清净，加入个修护，我个法愿呢？阿弥陀佛，观音世界绝对往生来，绝对来给传去就丢了。哦，咱唔免怀疑，唔免烦恼。你个看道敬法师就好啦，伊追随慧远大师来剃度出家啊。那么十七回时啊。哦，这囡仔无简单，普通的种种的经论呢，所以讲道生累劫也是有修行人的。佮每一天哦，有在调记了一万字呢。哦，无简单，记起来佮影上我一万字，所以三藏教典对来讲唔是问，唔是问题啦。记忆个非常好，佮背景啦、啊，哦，像佮食鸡鸭饼咧凉凉啊，就对。伊有了要为清净伊三业无，因此世界非常清净，也袂去杂学，啊，即有哦天台啦，哦，即有三轮宗啦、有密宗啦，有奇奇怪怪嘞，伊拢总无爱，伊无爱杂学，就世界持好，阿弥陀念一心不乱，安就是啊啦。作为伊度脱生死根本的法门，世界念佛。那么佮听好哦，所以弯弓啊非常赞叹呢，这道敬法师啊，讲伊修道伊意志力呢非常坚定啊，非常呢介忠直的人。那么道敬本身啊，平常时拢念阿弥陀的圣号，那么日夜不间断呢、啊。那么弯弓完结了后呢，伊道弟道敬法师呢？哦，伊就较，佫较成色较冷静啊！
伊阵进入这玉牙山呢，哦，佫更加骨拿杯精进念佛修行呢，求生净土。然后伫晚年，这老宋呢，武帝英初元年时啊，突然间向呢所有的大众因讲啊，讲啊，弯弓呢，哇，咱的先师啊，我的师父就对啦，回愿大师呢，已经甲我告知讲，往生时间到啊，我要走啊呢，一句讲，阮要走了后啊，就在大众人群念佛当中呢，伊坐甲非常的端正呢，安尼来念佛之话去。这时阵，四周围景色两种诶，有看到呢？哦，伊诶满色拢总是佛光灿烂呐。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，再佛光才慢慢消散去呢。迄个时阵，五十二岁往生。吼、哦，真人有福报啊！所以讲师道缘真深啊。哦，在正面来看呢，师已经去啊呢。哦，伊人介中介顶嘛，啊输气啊呢，伊也要对输气就对，啊人输也无辜负着伊啦。哦，伊要往生进前，就要秃头啊。哦，介告知伊讲，你往生时间到啊呢。哦，西方三圣加添回弯弓呢，来个接引伊往生净土去。嗯，这也无简单。过来，搁一位哦，有那同款呢。是老宋呢，这个淡顺法师啦。哦，淡顺法师不简单呢，伊确实是一个人才。伊深入这三宗教典的色心不二的道理，空有不二的道理，哦，大概是上的道理啦。尤其讲经说法的时啊，辩才无碍啊，所以鸠摩罗什非常赞叹呢。这位呢，淡顺法师啊，非常赞叹伊。哦，啊，这位法师虽然恭敬来讲哦，唔过甲晚年的时，人嘛倒归净土，伊嘛念佛往生去啦。来看一生的当中的事情哈，来看好。淡顺法师，黄龙人，幼年出家。今将鸠摩罗什大师学法，以善于演说种种的经论，都能穷尽虚空无著奥妙之深意。罗神大师赞叹说：“此子真是奇才精气啊！”后来呢，入于庐山，老尊号创始院在江陵。并且淡顺主持安居，就在当地弘扬念佛三昧。老宋文帝元嘉二年，西元425年，告别大众，端坐往生。当时圆香满室，享年79岁。看了好，好。不愧是一代的圣经啊！那么淡顺法师呢？伊是黄龙遐人，伊幼年囝仔呢，就跟随呢大师来出家修行啊。跟随上，跟随呢，哦，后来有名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师来出家啦。那么淡顺大师呢，伊一部传。哦，除了深入经藏以外，演讲种种经典呢、啊。哦，那么有的研究真深入，伊演讲较无法度。啊，有人演讲人未必然深入三藏教典呢。爱深入三藏教典，所以佫辩才无碍，真够恭敬说法，度化无量众生呢。尤其对于这个虚空无著深妙道理呢。哦，非常深入。要有一个三藏法师的赞叹人是不容易啊！伊讲此子啊，真是奇才精气的。哦，这个囡仔真是奇才。哦，相当无简单的精气人啊！
后来呢，晚年的时候啊，已经进入庐山啦。那么这刘遵孝呢，哦，是一个真无简单好事三辈啊。伊起一间寺，请这个淡顺法师呢来这安居用功修行啦，甲佛法都丢啦。那么当时伊在当地这个寺呢，弘扬这念佛三昧呢，度化无量人天。就在刘宋呢，文帝元嘉呢二年，西元呢425年的时呢，伊就告别所有的正宿就丢。哦，讲我要去啊，然后端坐呢念阿弥陀的圣号，起起而息咯。讲当时一息来啊，迄五香万色啊，迄不是乌金香啦、观音香啊、什么香呢？香公公呢，经过相当久的时间，这个香味呢才消散。迄时阵啊，伊都呢79岁。所以日本嘛常讲啊，会当深入三藏教典是无简单代志。佮有法度行所谓呢，演讲无量妙法啊，度化无量人天啊，所以呢，堪称人一流啊，说法一流，人称一流啦、啊。吼、哦，无简单。哦，会当受这鸠摩罗什呢、三藏法师的赞叹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、啊。哦，啊，相当来力啊。所以来看一尊一尊一去啊，来，佮介绍一尊咯。来听哦，这是呢刘宋呢道宾呢法师啊，道宾法师啊，伊这人伊戒行并重，讲会到做会到，做会到讲会到啦，叫做戒行并重啦。日夜的当中专程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啊，那么伊也继承慧远大师伊这个学位啦，哦，完工往生。啊，由于呢，来接伊位，吼、哦，正宿两将共同个推举伊呢，来接这个弯弓的位啊，啊，无人来两将嘛，袂使哩。来来看伊身份下，来看好。道宾法师啊，俗姓陈，河南应川人，幼年出家为弯弓弟子，精通经论。言行一致，戒行并重，用心参求念佛三昧，日夜精进无间断，已将太守王倩入山恭请道宾法师继承慧远大师之职位。大将韩将中央老宋文帝元嘉22年即将念佛。就做念佛之法，时年71岁。哦，注意观了吼。所以啊，道宾法师啊，无简单。伊姓陈呐，哦，这姓陈的哦，在咱这个中国的台湾吼，哦，伊当个姓陈的非常之啦。道宾法师姓陈，耳东城的对啦。伊是河南省燕川的人啊，那么伊自幼年的时阵就来出家修行啊，当然伊是跟随慧远大师来出家啦。有其师必有其道啊，师长一流，栽培出来弟子也不简单呢。哦，啊为嘛呢？师父一流呢，啊出来弟子嘛不一定一流啊，不一定看。哦，再看是因缘如何来自化呢？那么。这个呢，道宾法师啊，也是弯弓已经得意的文生啊。本身精通这个经论咯，经典非常通达，戒律也无甲非常清楚啦。所以言行一致，戒行并重啊。伊作用心的参究念佛三昧的道理，所以一夜非常精进，大家呢清念佛号啊。那么这义将太守呢，王倩呐、啊，这位先生也做官啦、啊，哦，官做非常大，哦，因为迄时阵啊，用念佛构成一个旋风啊，调压上下咧下去收刀人也非常的多，所以这大官呢，
哦，太守王翦呐，伊本身呢，哦，就含内底师傅大家参详呢，准入山邀请这道并法师呢，来继承慧远大师这个职位啦。因为军粮无守总是未使，这团体呢无一人来领导呢，安尼这个呢，哇，军粮无守呢会乱糟糟，这团体无一个高人。众望所归人来领导呢，这团体呢会一团糟啊！哦，因此呢，这里太守王翦呢非常慈悲的哦，跟大家会议呢，因此请呢道并法师呢来继承慧远大师这职位就对。那么，伊是受大众共同所尊敬的一个师傅啦。那么，老宋呢？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呢，迄时有阵哦，我性命未使啊。伊清楚，说有修有德嘅人，伊本身自己在人面中呢，拢自低视之啦。伊就呢，内经巩固啊，召集所有士众呢，大家伫大殿嘅所在，就坐在伊本座嘅所在呢。哦，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呢，因此呢来往生净土去咯。迄时阵呐，伊都71岁。就了解啊吼。虽然修道啊，千万爱紧哈，只要你信愿恳切，哦，悲愿爱切，往生净土的心呢？唔通心高意马，徘徊犹豫不决。你若有这款心呢，咁往生净土难呐。所以呢，你来看高僧大德，伊无啥秘诀，就是安怎信愿必切安尼啊。我就是要往生净土。哦，啊，若有其他佛菩萨佮你劝呢，你有若无甲信半道啦，我就是往生净土，安尼有希望啊。有当佛菩萨来考验呢，哦，用等你啊，等你啊，无一定往生净土啦。参禅现时就开悟，无较贵我。咁多一个往西、往东、往南、往北，一往生呢？现时解脱无一定爱往生啊，你就冇动摇呢。当初你的本愿就往生净土呢，你就甲讲，感谢释迦牟尼佛的慈悲。哦，净土是你讲的啊，哦，是方便中最方便的法门，最稳当的法门啊，最妥当的啊。感谢释迦做你慈悲哈，我也阁是呢，听你当初所讲的话，念阿弥陀往生呢，这上稳当的呢。我哩讲也敢安尼讲哦，哦，这释迦牟尼一定甲你受记的，安尼，但呢，你决定往生。非往生不可，因为呢，你信愿该必切啊，信心无动摇啊，就是这款人去往生的啊。啊，是我考验者，一款呢，哦，出家众在家居士，甲你讲两句了，你动摇你往生净土的信心啊呢？讲你完去咯，你免人咯，你已经丢掉咯，中计咯，和魔可可对咯。你最清楚吼，所以往生净土信念呢，始终如一呢，最后胜利者呢也非你莫属啊。好，搁听好无？下面搁介绍一尊，叫做淡心呐、啊。这里淡心法师也相当有来历，老宋的人。那么伊一生专门的研究这净土中的道理。那么当时啊，精通三宗教典哦，伊除了念佛修行以外，也教导别人咧用功修行、参禅悟道，最后也都归于净土入来啊，度化无量众生。来注意，看淡心法师一生的生平啊，看好。淡心法师，江苏工陵人。幼年追随远公出家，精勤净土法门，并且善于讲经说法，著述
莲伽罗，记载王生者灵验事迹。老宋文帝元嘉十七年，即将完，自从庐山东林建市以来，至今五十年，今日我王生西行，却是东都中最后王生者。说完，结这里家父子念佛八声，地气入二级，往生净土，时年八十岁。这尊啊，该特别哈，好啊，都特别。来，你慢慢听哩。那么，这个淡心法师啊，伊讲是江苏啦，江陵人呐、啊。那么，伊细汉的时啊，跟随呢慧远大师出家修行呢、啊。伊非常的精进于这净土法门，那么当然也知识分子啊。哦，讲经说法呢，度化真济真济人来学去修行。伊有写一本书叫《莲社录》啦，就记载真济人真济人往生的真人真事啊。甚至呢，哦，遐往生人种种的随想感应的事情呢，拢伫迄个呢《莲社录》内底有记载。那么老宋呢，文帝元嘉呢，十七年的时啊，伊就雄雄呢，把所有经书两种呢，累经讲过，交集伫大殿的内底，跟你讲，讲啊，我自从呢，哇，来到这庐山，建立这道场啦，以来呢，到今仔日已经有五十几年，哦、我跟随师父来就对啦，慧远大师。那么今仔日，我要准备往生西方，我要去啊。但是往生西方内底呢，在东参道友内底呢，大家都去了啊，干人我上万去的呢，我最后一准就丢了。哦，那么话一讲完的刹那之间呢，两只脚啪啪，准接这个呢，大胡子金光就准接落去。念阿弥陀的圣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佛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，佛大声，佛念到一百声哦，一气就闭起了。当下完结咯，往生净土去咯。迄个时阵，伊的岁数呢，都八十岁。哦，真奇怪，真巧妙。释迦有做在生呢，嘛八十岁了。那么淡心法师享年也八十岁。吼、哦，跟随一代圣贤慧远大师出家呢。那么这里淡心法师呢？在庐山用功修行啊，最后往生净土。注意了解啊，跟随慧远大师哦，办了出家在家呢，伫亲近伊的123个哦，净宿两种呢，拢往生甲西方净土去。所以讲有善知识，含好意志，会当听伊讲经说法，这是呢。福报啊，大家都听咯。那么淡心法师呢，是所有123个内底最后一尊往生去啦。哦，虽然慢往生去，唔过啊，伫这娑婆世间呢，啊度了未少众生，受了未少福，啊受了未少地位，啊结了未少法缘呐。你无听讲，未生佛道啊，啊先结人缘。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淡心法师呢，伊拢做到啊。所以人称为呢，人一流啊，说法一流啊，人称一流呢。对伊来讲呢，未介离谱，都多好就对啦。所以呢，这个世间呢，爱一人，爱个比切的心。哦，现在时代，哦，算啊，佫未歹啦。只要咱家有在电视哦，时间一到呢，
哦，啪啪，哦，啊，如本法师在演讲啊，嗯，就开始听咧。这家家户户内底拢有一个道场，你唔知有觉悟无咧？唔知有主角个位？所以啊，咱听经闻法，咱个家庭内底都电视啊。只要呢，你善根有咯，去听看卖咧。哦，撇开你自己的心房，听别人讲看卖咧。如果呢，个五根遐灵动，心根遐灵动呢，永远啊，卡计嘛做一下三界苦命字，六道流浪汉呢。哦，生死轮回未知识个、啊。啊，哪样讲个呢？实在，咱的五根五心呢，暂时先按下听看卖啊哩。法师伫道场讲经，讲到呢为电视来啊，咱到电视只要拍开呢，时间一到呢，会伫讲经说话啦。好不，这大家哦，出三界咯。所以咱平常时哦听一寡了义经典、圆满的经典，亲近了义法师，亲近的圆满的法师呢，诶比较讲个哦，有一个依据。咱才有一个目标，还要遵循啊！哦，加照这个方法报告当中的正中咱的智慧，消一寡加减的业的，到最后呢，咱往生净土就无障碍啊！你啊过去啊，这莲社对属于慧远大师呢，依据于人非常的知啊，听伊讲经说法人真知啊，有甚至是给伊看家。往生净土充满了信心啊！一个一直去，一个一直去咯。佛法时代现在即摆媒体电视呢？哦，真正呢，大家福报。剪刀虽然袂亲近佛寺呢，拍开呢就看得到、听得到啊。这卡就是福报啊！你最清楚吼。但愿你我大家吼、西方净土再会下。因为啊，往生净土啊，到最后嘛是你我大家幸福的时阵啊。净土吼，哇，时间到咯，会见哈。咱圣贤念佛往生路呢，明仔载第14天再会。